你讲，那样子的男人整天对女孩子花言巧语的，千万要注意啊，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我喜欢你，我想以结婚为前提和你交往。像你这种高富帅，多少女孩哭着喊着想嫁给你。那我能不能用钱来收买你？你已经收买我了，我现在不就在为你打工吗？如果我想要的更多呢？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爱，一种是生活中的爱情，坐下去。另一种是电影里的爱情。如果那天我有失礼的地方，请你原谅，但是我是真心的。不是每个女孩都相信灰姑娘的故事。那么第三种爱情，一定要改变，我们重新开始。